纽西兰牛奶公司是一间由三条番鬼佬 Mr. Candy, Mr. Lington, Mr. Marceau 拉唐人李夫树陈南昌裘乐初向对面海观塘惠业街门牌163号家基买地脾气牛奶加工厂向中华民国51年开始出产奶类产品牌子用返纽西兰国 Fernleaf 由彭英贤小姐拉佢起咗个堂名叫做风力事关始终系由奶粉扣返嘅格野拉拉点够香港本地新鲜擦出嚟嘅拉拉好味先所以佢都出咗好撚多笼料嚟抢生意短短半年除咗原味牛奶出咗起码四款口味好似羊桃味奶杏仁味奶菠萝味奶拉麻朱古力奶每樽奶奶买西子两毫主不过始终斗唔过地头虫中华民国54年1月29号礼拜五开始被牛奶公司食撚埋初时都有继续出风力奶不过出出下被人发现风力奶生虫虫整撚臭咗个招牌屌你老母臭花系窿中接撚出晒。